瑰冻膜，你之前的那个这一瓶很好用，而且这个玫瑰跟之前的不一样，就是说这个玫瑰呢也是请法国人特别去找这个保加利亚这个玫瑰精油。老师，我们也想试，然后加上一些绿色，我们都把它试完了再给小龙。大家感受一下，在森林里头闻到玫瑰的感觉。老师，那这个跟旧的有什么？你之前旧的、那個我来讲好了。好，之前那个玫瑰冻膜，晚安玫瑰，玫瑰晚安冻膜呢，用在靠近，不要说碰到眼睛啦，用在你那个大概卧蚕的这里啊，心就一直流眼泪，哭到不行。而且呢，十分钟以后你把冻膜擦掉，你的眼睛是肿的。因为太熏了，其实它不可以碰到眼，然后只有这一瓶，我就是整个，然后包括眼睛这样敷，薄薄的一层，睡觉都不会醒心啊，不会刺激，而且它的味道非常好香啊，香哦，对，因为它这个玫瑰是真的玫瑰味，真的保加利亚玫瑰，不是那种香料的味道，对，而且这个呢，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保湿因子在里头，涂上去好想睡觉，对，恭喜你，恭喜你。